怎么回事啊？有一个摩托车排在这里，半路中间挡住路了。啊？有一个摩托车啊？哎，拉好一点，挡住别人过来。哎呀！哎呀！我发财了！紧张点！哎呀，发财了！今年可以搞肥点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没劲了！哎呀，别光头了！哎呀，快点点说，谁把光头请光复？原来是个大老板！哎呀，哎呦！哎呀！也是万吧。算了，罢了。哎呀，明天可以，要搞两把，要搞两把。哎呦，我丢我手机，那么漂亮。哎呀，哎呀，黄桃老弟就不一样。大老板，我这样走一另外一个，算了，快一点，怎么有个人倒在这里啊？哎，没事啊。这个光头怎么是喝醉了啊？大半夜的倒在这里，这有个人呐、啊。哎，快点，哎，别管了，等一下他赖上你，十套房都不够赔呀、啊。哎呀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！哎呀，我们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别管他了，先回家吧。哎呀，真的，救人命，救他吧。不是，人家赖上你怎么办？我会赖了。喂，是活多了？没有几万呀、啊。哪个手机在这里呀、啊？是啊。这，还是不管了吧？打不开呀、啊。啊？我们还是不管了吧？那干嘛呀？人家赖上我们不好。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真的是。干掉了。能解锁吗？哎，这个门解开了。看看他有没有家里面人，联系一下。这个锁，妹，打下呀。妹应该好一点吧。喂，你是不是这个手机机主的妹啊？啊，是，你哥在这里晕倒了，在路边，文明村路口进来一点，转弯这里，那你快点过来啊，好，给你们拍一下他，喂。哎呀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嗯、啊？没事吧，大哥？啊？是活多了？怎么样 啊？怎么了？你怎么睡在路中间呢、啊？是啊。怎么睡在马路中间？是活多了？你怎么？
啊，拿我的手机啊。是你的手机，我看一下这里，我打电话叫你家里人来吗？哎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躺在路中间呢？真的是。我的包包呢？我那个一包钱呢？什么一包钱？我背的那钱一个包有一个，啊，那个钱呢？是不是你拿了？没有啊，哪里有？那我的手机也是你拿？我手机我看到你在这里，我就帮你叫下你家里人。刚才有个摩托车在这里的。我摩托车在这里啊，哎，干嘛？你不要冤枉我老公啊！我刚才有个人打晕了我。打晕？我看到一个摩托车在这里拦住路中间了，我就拉那个摩托车起来，后面有一个人拿棍子打晕我，肯定是你。哪里是我的，哎，我的手机呢？是你拿了。我刚刚一来到你就躲在这里啊！我有80000块钱在那个包里面，是不是想讹我啊？你这个人，你这个好心，是想讹人啊？还要冤枉我们啊？是啊，现在社会哪里有那么多好人？你都不要走啊！你过去来。哎呀，是要讹人啊！我没有讹你，肯定是你。这里有没有人？就是你。你们在忍，是不是你们两公婆和我来？你不要冤枉我老公 啊！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都你那个，哎，你真的是怎么啊？你不是，我说要你不要说我钱是吧？你看是要拿着你的吧？我都打谁知道啊？他是这样的，80000块钱肯定是他拿了。哎，你打我！快！是什么人啊？你们肯定他拿了。哎，听我说吧。这样的，你大哥啊，他刚刚倒在路边，我们从这里经过，就看到他有个手机在这里，用那手机打电话联系了家里面人。哦，就是你们打电话。是啊，我打的。你故意打的？哎，怎么故意？怎么故意？想讹我是不是？别吵了。他现在说他被人抢劫了，被人打了一棍，现在晚上我们说钱不见了，哎，我们。走啊！你哎呀，哎，我不走。哎呀，我那里80000块钱的，我就不来。你别吵了。哎呀，去年村长在这里做了个监控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我叫不要有监控就打监控看一下。赶紧的，就在这里是吧？哦，我今天吃在这里啊。真的是的，乱讹人呢，啊！你还人家打电话给我，估计应该手机上听我老婆哈，好一点的。哎呀，喂，村长啊！哎呀，我在这个路口进来一点这里啊。我哥的钱被别人抢了，是啊，你先出来处理一下吧，这里不是装了个监控吗？啊，对，你先出来啊，好的。这啊，调监控肯定看得到的。我说一年的薪水跟我的老婆本来在这里，什么辛苦钱？我都说来是有分享的，你先不要走啊。我们不走，真的是，我都说不是我老公了，你怎么冤枉我老公？干什么这么吵？真的是的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哥说被人打晕在这里，然后那个钱不见了。这样我没有打他，我看他倒在这里，我帮忙救他。我老婆还说我不要多管闲事。你被打了？你听我说，我从回来看到一个摩托车在这里挡住路了，我想拉开不要挡路。我刚拉那个摩托车，就有人拿棍子从背面敲晕我了。后来是他拿我的手机，我看到拿我的手机。要我的包，我的钱都不见了。你不要说那么多，村长不是有那个监控吗？拿出来一查呀，这个门响啊！是你仇家带头啦！先不要慌，把事情了解清楚先。3号，你是一个光头打的对吧？是光头打光头，还赖我啊？他打了你，他是好心拿你手机帮你打了个电话，就是了。真的不是你，你误会人家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了解清楚就好，不要不帮我警的，不分青红皂白就不美呀。哎，你先报警。啊，我们文明村这里，啊，有人被拦路抢劫了，有，我们这里有监控，好的，我马上送过去配合你们调查。嗯，好的。不是哥，你怎么搞那么多钱在那个包里呀？对呀，清楚就好了。哎呀，老婆，我要跑，有什么事情要先搞清楚。没事，那个决定你就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。没事。哎，我们先去派出所立案去吧。哎，走了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真的是还好，还有这个有。摄像头啊，有摄像头拍到他也跑不掉的。是啊，不能见死不救，是不是这个啊？